是小梦忍者，今天就要带大家看真正的忍者。首先我们从忍者之家开始，跟我走。小梦帮倒忙 Z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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忍者家的门口是不是很低，要很隐蔽才行。总算见到我的前辈了，校长叫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今天我就要跟叶小姐学习忍术。怎么样，果然是我的前辈快吧？下面就看我的吧。这是我们忍者隐秘的藏物的地方。嗯，怎么有入侵者？我已经躲起来。哎呀！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、ね、はい、今までに干すような感じで、はい、キュッとするんじゃなくて
斯里吉的样的环节，算是怎么样？你们可以一边看我们的节目，一边在家里做香肠了。对，特别甜。云南这个肉呢，云南实际上那种是用羊的肠子做外皮儿。揉得很辛苦，现在还口感还不错。怎么样，今天小梦人这个表现不错吧？那这个香肠也是非常好吃。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在三重县玩更好玩的东西。